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喜欢喝茶，也非常讲究冲茶、泡茶的器具。而由紫砂制成的茶具，千百年来一直都备受推崇。因为紫砂壶能够完美地传递出茶所具有色香味的品质，而且造型也古朴别致。中国历代的文人墨客在品茶之余，和制壶匠人一道，在紫砂壶上谱写着诗情画意，让每一把壶都独具匠心，让艺术性和实用性完美的结合。因此，紫砂壶在中国被誉为茶具之首。制作一把紫砂壶是需要深思熟虑的。有40年制壶经验的纪师傅，正在构思一把以祥和为主题的紫砂壶。几个星期以来，他在不断的尝试和调整，一旦觉得做得不理想，就会毁掉重来。制的紫砂壶看起来虽然是泥的质地，其实它的原料却是矿石。俗话说，天下紫砂出宜兴，整个中国只有宜兴开采出来的紫砂矿才能制作出上乘的紫砂壶。所以每一位制壶师傅都非常挑剔自己的原料。我们就是看上去紫就是紫，红就是红，黄就是黄，它的颗粒比较均匀，很自然，这个紫砂就肯定是好的。宜兴丁蜀镇的黄龙山，这座既不巍峨也不秀美的山丘，但却有3亿5000万年的高龄，也正是这里孕育着独特的紫砂矿石。原始的采矿需要人力下到矿井，靠着手挑肩扛，让沉睡的矿石来到人间。紫砂矿学名叫绿硅盐酸矿物粘土，富含石英和铁元素。虽然看起来像石头，但质地却很松软。紫砂做成器皿古已有之，但做成世人认可的紫砂壶却是明朝的事情。当时有一位名叫公春的书童，参照树瘤子的样子做了一把紫砂壶，得到了文人墨客的赞赏。从这个时候起，紫砂壶开始兴起。要想制作一把好壶，首先要从原料入手。紫砂的原矿颜色各异，虽然总体分为紫泥、缎泥、红泥三大类，但其实每一类里面还包罗万象。紫砂原矿开采出来之后，会露天堆放数年之久，经过四季变化和风霜雨雪，
用自然的力量让矿石风化，直到松散开来。然后需要人工进行选料，剔除其中的杂质。这份枯燥而仔细的工作效率并不高，一天精选的矿料非常有限，因为机器是无法鉴别好坏的，所以无法替代这个耗时耗力的环节。精选出来的紫砂原矿要经过10年进行粉碎，好在现在可以用电机传动，大大提高了研磨的效率。很多时候，季师傅还是喜欢自己用手工的方式研磨紫砂。紫砂壶除了有不同的色彩之外，触摸时的手感也不相同，这和使用原料的粗细有关。不同的筛子孔径可以筛出不同粗细的原料。筛子孔径大小的计量单位是目，60目是0.3毫米，80目是0.2毫米，100目是0.15毫米。如果选用100目以上的原料，紫砂壶会如玉石般的光滑细腻。早期紫砂壶筛出的原料普遍在60目以下，颗粒感比较强，看起来却有古拙质朴浑厚的韵味。季师傅想要制作的祥和壶，希望饱满润泽，细腻光亮，因此他选择了80目的紫砂原料。紫砂壶为何只出在宜兴，又为何能够成为茶具之首？其实答案都在这些颗粒粉末之中了。紫砂中含有的粘土、石英、铁的比例自然天成。烧制出来的茶壶具有良好的透气性，细微的气孔可以让茶香自然挥发，同时所具有的吸水性会让紫砂壶使用的时间越长，壶身光泽越发的光润。爱壶之人一般只会冲泡同一种茶叶，茶汁将会浸入壶身，多年使用后，哪怕只是倒入开水也会有茶香的味道。这就是古今中外人们钟爱宜兴紫砂壶的原因。制作紫砂壶需要先有一个完整的构思，季师傅为一直正在琢磨的祥和壶设计了一条祥云的纹饰，仿佛一条飘带，从壶嘴到壶把贯穿了整个壶身。而云纹是否能够生动流畅，需要考验紫砂泥料的柔韧性和可塑性。季师傅可以说是精通紫砂矿的特性。炼泥的工艺就是将紫砂粉末转化成泥的过程。其实每一位制壶师傅都在紫砂泥的调配上有自己独家的配方，他们摸索和总结出来的私家泥料
可以烧制出质感和色彩与众不同的紫砂壶。好的矿泥用油布包好，放在密封的瓮中至少半年，这个过程叫做沉浮。沉浮的目的是让紫砂泥中的碳酸盐和有机物充分分解，让水分渗透和分布均匀。宜兴制作紫砂的历史可以追溯千年之久。蜀山的南街是宜兴的老城区，这条现在看起来有些破落的街巷里，却曾经诞生过无数的制壶大师。顾景舟是中国紫砂界公认的壶艺泰斗，他的家就位于这条街上。这位已故大师的作品提壁足壶，在2011年的拍卖会上拍出了1700万的高价。小小一把紫砂壶远远超过了黄金的价值，把紫砂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巅峰。岁月的长河流淌在老街之畔，这方水土孕育着一代代制壶艺人，季师傅的家也在这条街上。几十年前，18岁的季师傅刚刚走出校门，就在宜兴的紫砂厂当学徒。那个时候，学做壶的手艺仅仅是个生活的出路而已。制作紫砂壶是门易学难精的手艺，先要把沉浮好的泥反复的捶打，让泥料中的分子相互挤压紧致，排出其中的空气，直到用刀切过泥料，断面平整发亮，才算达到目的。制作紫砂壶的工具有几十种之多，方便在不同的工序中使用。做壶的第一步要用到木拍子打泥片，这个泥片就是未来的壶身。根据壶的大小掌握好泥片的厚度，一般在0.5到1厘米左右。看似简单的步骤，其实非常讲究力道。打这个泥片啊，包括打泥条，其实听到你的打字声音啊，就可以听出你有学多少功力。但是打得不活的话，它打下去的声音啊很闷。打圆形的泥片是为了制作底片和盖片，需要利用龟车像圆规一样画出不同尺寸的圆形。对于一门手艺来说，无论天资多么聪慧，其实也少不了脚踏实地的磨练，做一把壶更是如此。所有泥片都打好后，最大的圆片叫围片，正好是壶身尺寸。将壶身泥片围成桶状，泥片的交接处用刀切开，以水沾牢后，用工具将粘合点修至光滑平整。紫砂壶的造型非常丰富，但总称为光货和花货两种。光货简洁朴素，呈现的是流畅的几何形体，讲究线条的自然，弧度的优美。一把好壶
首先要在造型上能够让人赏心悦目。把壶身造型呈现出来的环节叫做打身筒，用手配合拍子，一边旋转一边拍打壶身，均匀美观的壶身，靠制壶人的审美能力和对线条的把握。对于初学者来说，拍圆了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至于掌控成为优美的弧线，那是需要长期苦练的。你基本功好了之后，他这个泥就很听你的话，如果说你不熟练，他这泥就不会听你的话。壶身的曲线在大致形成后，筒口会逐渐缩小，这个圆形的尺寸必须精准，要刚好可以和盖片和底片连接，连接的粘合剂是调稀的紫砂泥，盖片和底片粘合后必须处理得严丝合缝，不留痕迹，这个工序叫做擀身筒。现在紫砂壶是一个中空的壶身，要利用壶形的工具精修壶身的线条，直到达到要求。这些紫砂壶最基本的工序，对于刚开始做壶的技师傅来说，需要千百次的重复，觉得造型不满意，就肯定要毁掉重来。制作一把壶，绝对不仅仅是凭手上的功夫，其实更需要创意型的思维。紫砂壶中的花货和光货不同，造型上有着各种奇思妙想，壶身会装饰不同的图案和纹理，把自然界的花鸟鱼虫都表现在壶的方寸之间。和其他行业一样，技工和大师的区别就是在于谁能把这紫砂行当里的手眼心法掌控得更加纯熟，谁就能够化泥成金，用着最朴素的材料幻化出艺术的光芒。花货的题材其实可以天马行空，全凭制壶师傅的灵感和创意。季师傅曾经偶然得到一个小木雕，刻画了三只老鼠拖着粮袋的形象，本来就熟熟的季师傅特别喜欢，就想引申成为紫砂壶的造型。我把它一些大小配合动作，就是怎么体现他们一种团结的精神。几经琢磨和尝试，季师傅在造型上完全突破了传统的壶形，把紫砂壶做成了宛如装满食物的大布袋，一只硕鼠尽力地向前拖行，布袋小口露出的玉米棒就是壶嘴，老鼠捧着的花生米就是壶钮，壶上的五只老鼠憨态可掬，总体形象妙趣横生。季师傅把这把壶取名为五子登科。在祥和壶的图样完成后，季师傅已经胸有成竹，现在就是他动手的时候了。从18岁开始学习制壶，扎实的基本功造就了现在季师傅精湛娴熟、行云流水的手法，几十年的功力让壶身一气呵成。有什么理由过去能做到的我们现在做不到，人家能做到这样，我最起码要超过他，我一直保持着一种心态。
制作壶把和壶嘴，首先下料要精准，协调的比例、粗细大小全在手上掌握，尤其是壶嘴，讲究出水的流畅有力，这必须要壶嘴内部光洁通畅。如何用力，如何旋转出合适的孔洞，只有制壶师傅自己心里才有数。安装壶把和壶嘴，更是讲究绝对的对称，容不得位置上的偏差。紫砂壶外表光洁圆润，技师傅需要修整壶的线条，不能有些许的瑕疵。这个修整的功夫往往都需要个把月的时间。祥和壶身上的祥云飘带需要先粘好泥条，然后塑形，既要飘逸又要美观，全看制壶师傅的艺术造诣和审美。制作紫砂壶，每一个步骤都必须精细。一把好壶是讲究韵味的，哪怕是壶盖、弧度、曲线、尺寸大小，都要有自己的章法。季师傅把壶钮设计成为了荷花的莲蓬，让祥和的主题更有意境。虽然是手工制作，可季师傅却把自己练就成为了一台精密的人体车床。不过控制这台车床的不是电脑，而是大脑。他用手上的力度控制出壶钮的大小和线条，再为莲蓬上点上莲子，一下就生动起来了。制作好的紫砂壶需要自然阴干，然后进行烧制。窑炉依据山势自下而上，因为看上去像一条卧在山坡的巨龙，因此被称为龙窑。烧窑的师傅要非常有经验，龙窑上有50多个孔洞，需要从孔洞观察火苗的颜色，添加木柴，要始终保证温度在1200度左右，才能烧制出精品的紫砂壶，这是一件非常难控制的事情。烧制好的祥和壶，材质细腻，脱繁就简，线条简练，富有灵气。紫砂的行家都明白，这看似简单的花纹装饰，往往更容易发现其中的不足。没有一定的功力，将无法掌控整体的造型。这正是紫砂艺术的魅力之处。现在从事这个行业做茶壶的不是几百人，都是几万人，竞争力肯定是不一样。越是我认为大浪淘沙，越是竞争力不一样，越是要更加努力。紫砂壶这门艺术学无止境，也没有什么规格和限制，可以无限地发挥想象力和创造性。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富有创意的能工巧匠，让紫砂壶各有千秋，异彩纷呈，彰显着画在壶上，壶在画中的中国韵味。